今天在溪头，中午的时候选，吃饱饭后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来给他这里试一下那种超慢跑，看一下，来看一下下哈。可但在去有风吹的了哈，180趴要好了，预备，我开始要来，预备备，来，我在这边哦，哒哒哒哒哒哒，预备，哒哒。超慢跑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你那当时买一支安怎着？什么？买一支啊？这是阮家我咧唱歌咧录音录音的啊，我咧唱安尼听的。我看能跑多久就跑多久哈。180拍，超慢。哦哦，谢谢。啊，哥哥买点无？来。今日哦，东方美人茶。外头啦。赞了哦，这么来都啊好点无？来。你要猛饮啦，啊你猛放啦。我们今天来那个溪头，这个北岭的地方，因为吃饱饭后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嘿，就来给他跑一下下啊，哒哒哒，我喜欢这个哒，我不喜欢那个哒，那个看起来这听起来怪怪，我就觉得这个是相同的频率，所以我就喜欢哒。哇，好凉好舒服。如果没有跑的话，好在这边太凉了，一下子就太凉哈。我们来这边的时候都会先把衣服换起来，完了以后现在穿的衣服是干的。对，现在这个风好凉好舒服，哈。如果这里有太阳的时候。有太阳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晒太阳，但是现在刚好没有太阳。我们刚爬山上来的时候，走到这边大概是3公里多哈。等一下再下去的话，大概也是30公里左右。一天溪头的话，大概7公里多。那如果走大马路的话，那就更恐怖了。大马路的话，大概起来的话，一趟大马路跟一趟大马路再回去，起来的话大概要15公里哈。穿雨鞋，超慢跑。
迄个老师诶，毋是安尼咧走诶。大姐，啊，你是讲猿猴式，迄无同啊？无同诶，那个叫猿猴式，那个是叫。脚骨也无翘起。伊无，伊是安尼。后背也无，后背有啥来翘？要稍微起来，稍微起来，要，那个也要起来。后背那有啊？还有，有，他要这样。那个要这样，阿姨速度较无同，像这个，阿姨这就是爱180拍，这个两个，阿姐一数啊，一数起，一点点起来。对我大概应该已经跑了7分钟了哈。这个超慢跑它就是有一个好处，你有办法讲话，哎，对它这个速率的话，你有办法讲话。对，那边搁咧出力啦，啊那边哦吼，那边搁咧出力啦，那边搁咧出力啦。你都行去，无关系，是咧做你行去健身。哇，它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这个地方的画起来的话哈，我们那边就是茶园哈，啊这边的话是就是对。老郭，老郭。哎，买本来。哎，我上那个美人茶的嘛，要收起来。我面顶这站嘛是拢行道路落去啊！展翅相飞了，叫什么？哈哈哈！还一只陈孝威哦，陈家传啦，伊讲小姑小姑，展翅相飞了，伊昨晚大哭，伊就去弄骨头，展翅相飞了。嘿，对，是是是。
其实这里哈可以脱鞋子跑啊，但是我怕脚底有蚂蟥，我不敢，所以我就穿雨鞋跑。这名叫蚂蟥，看了蚂蟥，看了你就打死。所以我怕蚂蟥，所以我不敢，我不敢脱鞋子哈。来，我个老公啊，我老公啊。啊，但是安尼会使讲话，这个速率会使讲话吼，袂忝。哦。嘛会使唱歌，我伫咧厝诶时阵，安尼怎嘛会使唱歌？哦，哎呦。错档诶，即摆毋是就是安尼啊。错档诶，即摆就是一工走三界。一工走三界。对啊。地球啊，伊讲。错档走三界啊。错档即摆一工走三界，透早行一界，啊中昼困醒一界，啊暗时一界。就对用咧，较无。你即届偌济啊？三十分，啊，无伊即摆使行到45，嘿，即摆使走到45。我拢来暗头啊，要看电视来。啊，你个电视下较长。啊，你个讲猿猴式，迄是透早走。嘿啊，透早来五点啦。哎，我讲，人阮即个同即个头家吼，伊讲今慢慢炒饭，你来时阵吼，安尼啊，迄个唔是散无关系，啊，就是无一定爱散，就是讲上加起码你有无？你即爿即爿是不是爱翘翘无？袂使直直，你就会冲击嘛。啊，你若翘翘，伊就袂无。迄个加筋膜，你就袂发炎。啊，起来了，你起来的话就，啊，而且即个核心就够力，核心有力，啊，遮嘛有力，好，安尼起来。啊啦，愈爱啦。草哥哥再见，再见，草哥哥再见，草哥哥再见，草哥哥再见。我袂去后头着啦，要行你就去行吼，我家己去看哈，那就是脚这样，三。哇！流汗了！已经超过十几分钟了哈。你刚刚要行小毛？你啊，捌行过，哪会捌行过？有啦，拢捌行过。我咱行为一对山羊旁边安尼。哦，我诶。为山羊死过来。要行个，真忝嘞。好啦，不然你爱讲唔对，你啊为小毛皮爱去金刚球才去转啦。对啊，本来来讲吼，食饭食饱就是第一营销啊。金刚球下来，就卖去金刚球就爱写给人看。我进前家己咧行，收听无？无，我进前家己咧行，我就是行小毛，啊，搁行去金刚洲去上去翕个呀。哇，好靓！啊，来搁坐，好靓！搁行完头啊，唔敢食饭，搁行完头是三二一两点多加延期个4.7无？4.7这样是你。我以后的话吼，都可以来这边超慢跑半个小时哈。啊，因为我行时间未有，啊，行来加延期吼。嘿，食饱未？要超慢跑了。食饱诶，唔管恁两个看食饱诶，我准备两点半诶，量量诶，三米八，无闲要量量啦，甲你讲，你着爱来园区食饭啦，你袂使伫咧顶头呀，爱时间无法当控制。无啥担心诶。呀，恰。我们还可以把它随便弄一下，哇，脖子的形象哟。要坐车要坐两点半。脖子向左。小心老瓜，行大摩坐一日，坐位3-2-1两点。啊，无你即摆去流浪头，无你照你讲是去流浪头，去迄个无啦，去迄个人员茶行坐公车。对，下昼坐，红嫩个啦，对吧？好舒服哦，非常的凉，非常非常的舒服哈。哇，第一次在这边尝试着超慢跑，嘿嘿，好好玩。那你捌行过？
我早上从八点，大概八点半的时候哈，从下面的时候走北里啊，到10:51的时候来到这边茶园这边休息一下，吃喝水，吃东西完了以后，哎，我现在才想到，想说还有一点时间，所以呢，我就来给他试试看哈，我来给他试试看。我刚刚从29分，现在是14分，哈，30分，现在是14分，我不晓得这个多久了，啊，这个是15分的，15分的，我已经跑了15分了，呀呀，我冇教啦，呀呀，呀呀，阿伯的等你啊，伊讲叫我待个走较久哈，好啊，你到15分啦，大家等你啦，哦，哎哦。即摆几点？即摆12:22尔咧。妈，早啦。伊也嫌行无够吼，临工吼，后礼拜就开始要行，无要踮遮挂赖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要录个这个影存证。我临工就要行大摩坐一面，先行大摩坐。人家我是要录个影，说来这里的时，做一种超慢跑，呼吸一下迄个哇。不是行无够啦。你无行哦。我们也可以手举高了，都可以啊。其实你只要安全的范围来，对，都行。你看，完全不会累啊。完全不会喘哈。哦，这老公要安尼走吼，要安尼连做袂了，做袂了。啊，你哪会做袂了？做袂了。我哩就剩嘞八道啊，剩嘞啥？17分了，17分了，19轮了，17分了。你那个19轮了，哦，翻顶啊，翻顶啊，哦，哎呦，我倒，哎呦，我倒，还收添，收档啊，你唔要我档啊，60，六十吧，60kg，中性60，60。哎，哦，哇，一直流汗出来，我拄仔在换衫，拜托。60啦，是无讲教活动。好啦。哎，60，啊，你唔知，太贵个吼。6A。无害啦，我唔是啦，你个啊。6A 啊，啊6A休息1分钟，啊做6杠。我爱做6杠。哎，36下。这个是练脚骨的，脚骨要用的，叫人家这个是练脚骨的。这个练脚骨啦？无啦，伊啊。伊遐叫练脚骨。讲我咧练脚骨的。啊，无我今天呢，今天有穿护膝哈，我有穿的尼弗路的护膝。还有穿了尼弗路的那个内搭裤，所以站起来的话，全身跑起来热热的哈。我看一下几分钟了，18分28秒，中原标准时间18分。笑干了，你看，别笑干了，哇，又满身大汗了，满身大汗了，19分35秒。
其实哈，超慢跑跟源头式超慢跑哈，其实对老年人来讲的话哈，都是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哈。因为源头式超慢跑的话，它的脚跟哈是不离地的啊，那个超慢跑的话，它是脚跟有一点离地啊，就是脚尖先下去，再脚跟轻轻下去啊，你就是越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脚的接触时间越短越好，就是按你起来时，你就是卡袂稳，卡底的时候，伤过头吃力啊，你就很轻很轻。啊，越跑越轻，越跑越轻，那种感觉哈，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哈。哇，好凉啊！分多金，都叫你两个小姐惊到了，阿豆诶，阿豆诶，行到这算个袂歹。你行做唔住啊，行到出跳啦。行到出跳。行到行唔到哦，行唔到都用阿豆，都是只关键了，学袂乱咯。嘿，对，一直乱咯。学袂乱。算阿豆，算阿袂我的手机在八分钟哈，我今天就把它跑完哈，八分钟。呀呀呀呀！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、啊，我们吸收一下哦，分多金啊！现在是12:28哈，12:28。我们平常一般大概都在12:30啊，将近1点的时候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哈，等一下的时候，哎，一收就可以走了。22分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其实这完全不会喘啊，说真的完全不会喘。如果说以我的感觉的话，这个真的可以跑跑好久跑好久哈。我在家的时候我都是可以这样跑，而且可以边学唱歌哈，可以边学唱歌啊。如果以前的话，我都是一直在那个跑步机上面，就是走走跑步机，大概走个4公里的时速，好，或者是4.5公里的时速，我也可以边走边学唱歌，也是可以边唱哈边唱。对，啊，这个的话选更轻松，嘿，它这个更轻松，因为它不用在跑步机上面的选那个速度会跑，你这样子的话会更吃力啊。你如果这个只有在地上的话选，它非常非常稳，超简单的。超简单的，因为我的脚随意的卡骨跳丢丢丢跳行。平常我是不会跑步了，我请假比较跑步。我从以前读书小学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，我真的我对那个运动真的一窍不通。但是尤其是跑步，跑步的话我真的是完全不行，真的不行，跑了真的跑不动，哈哈，跑不动。啊，但是这个的话 OK， 啊，这个的话 OK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训练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真的对运动的项目真的很差哈，像现在我爬山啊，我可以走很慢。但是我可以走很久，走很久哈，走很久。骑脚踏车以前也不会，但是也要学，也是可以骑很久很久。好，啊，但是如果是游泳，以前也是不会，也是学，一次可以下去的时候就是有2公里哈，通都是，其实都可以学啦，都可以学哈。啊，23分钟50秒。我喜欢这种频率，我喜欢这种频率，我不喜欢那种铿铿铿铿铿铿，我喜欢它很平衡的感觉哈，哇，太好了，24分钟20秒，太好了。最后的5分钟啊！满身大汗，满身大汗。
哈？就走啊！海参大汉，海参大。啊，你遐头壳嘛袂歹哦，啊，胸腔嘛袂歹哦，是不是？对吧？系啊。咱这胸腔的这个用的啊。对啊。你是干哪？你是你们动作？三个啦。哎呦，这个，那是安尼嘛。今天中午没有下雨哈，太好了。哦，这大家自拍仪啊，咧自拍啦。我哩动作一时，动作一时，只啊咧落落去落去哦。哎啊，哎啊。哎你现在是袂忝，你走是袂忝，伊行路会忝的，行路会忝。就是这个脚哈，一定不能够直哈，就是要翘翘翘翘。你这样起来的话，你就不会伤到膝盖了哈。就这样哈。三分钟，三分钟，倒数三分钟。破三了，哇，好凉，好舒服。哎呀哎呀，差不多。哇，第一次尝试在那个，在这个溪头的这个地方哈。哎呀，尝试在溪头这个地方。哎呀，好玩好玩。下次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我就尝试的在这里跑哈。准二分二十秒，哇！我刚刚如果在那边耍废的话哈，其实时间也是过了哈。现在在这边跑的时候，时间也是过哈，对，还不错。我今天其实运动量已经够了啦哈，但是我就想说来这里试试看，对。加了古勇道猛，你看，真正道猛，嘿，够赞，道猛，哟哟。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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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分五十三秒，哈哈！呀呀！哟哟哟哟！呀呀呀！好凉，好舒服哦！好凉，好舒服哦！好凉，好舒服哦！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剩下两分钟，一分三十五秒。你今仔一定叫我录到的。好，那行那行，哇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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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啦啦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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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啦啦噔噔噔噔，一二，呀呀呀呀，咻咻咻咻，啊，二十八分钟了。我的是五十八秒了，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三十分钟过去了，啊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等一下呢，玩的时候再做一下拉筋，巧就可以了哈。等一下我收拾收拾行李就要回去了，三十秒，嘿，三十秒来，满身大汗。虽然在这个地方很凉哦，这个不到二十度哈，大概十几度而已，十七八度吧，十七八度左右。十八度，还有十八度，乌兰公十八度。时间到，时间到。我两边都干了掉了。对对对，他这个是嘿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三十分，对对对。时间到，我的呢，我的还要二十几秒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做个拉筋运动，起来就可以了哈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呀呀呀 ，OK， 哇，
你看，今天第一次在这边尝试哈，非常非常的好玩哈。而且你看这个地方，哇，巧克力够舒服的哈。那你就呢，把那个筋稍微拉一下，看你平常拉什么筋，你就稍微拉一下。还有你也可以把这个筋稍微夹，哇，夹稍微一下，哎，就是那个徐东英讲的哇，哎，稍微的哇，拉一下，哎，对，拉一下，拉一下筋，拉一下筋。但是在这边，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较细力哈，在山上的较细力，拉一下筋。对呀，对，稍微拉一下筋，还有就这个筋拉一下，呀，拉一下筋，前后拉一下，就是后筋、后条筋，还有前面这条筋拉一下起来就可以了。好嘞，太好了。上面会第一次在溪头上面超慢跑，朋友们跑起来，跑起来哈，真的不会累。你看我还可以讲话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还有游刃有余。你再跑个一小时什么什么，通通都可以哈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舒适哈。朋友们不妨试试看，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给它跑起来哈。OK， 拜拜 ，Sayonara。今天113年7月1日在溪头的。北岭这边哈，我们就这边哎，这个据点来看一下，呦，哎，就是这些哈，就是这些，已经大概都走了哈。啊，你看一点运动哈，情绪一点运动哈，就是这样。OK， 拜拜 ，Sayonara， 拜拜，再见。